娱乐圈有许多明星都是电玩高手，陈赫林更新就经常直播组团吃鸡，林更新还是圈内著名的神坑队友，但做人果然不能太高调。最近林更新在吃鸡时被一帮粉丝疯狂追着跑，甩都甩不掉，甚至他跳下水也不放过他，最后小心一个摔跤，不幸被这群疯狂的追星粉用平底锅拍死了。所长还真是头一次看到在游戏里被粉丝追杀的爱豆啊，只能说你们都是亲生粉。哎，什么耳朵，自己人，别打，你喝的好多人追你啊，更新。我跟你说，赶快跑，快跑，快撩，更新快撩，完了，你没戏了，完了，他们不让你上来了，往回游，往210游，潜下去，往回游，完了。看完了整个追杀林更新过程的网友们都笑翻了，都在调侃这游戏其实应该改名绝地追星。还有网友爆料，曾经有一个迷妹在游戏里拿着枪对小新疯狂表白，最后却还是把他干掉了，小新估计已经哭晕在厕所无数次了吧。这就是身为九亿少女的梦所无法承受的该死的爱呀。不过坚强的小新也没有悲痛太久，他昨天在微博上晒了自己做的一碗鸡蛋酱，好友马思纯赶来评论赞美他，凭借厨艺再次成为男神。小新反问，难道他现在不能只靠脸吃饭了吗？小心你可长点心吧，不然下回又要因为你的游戏才华而被粉丝追杀了哟。